赖清德老家全幢，老家室内29坪，小小客厅，一共这啦，公婆啦，五岁啦，阮家就小啦，来哦，党内人士形容29坪，赖清德，你看哦，他说去过，很小哦，只一个六，只容下六人。潘孟安讲说，新北都有呈现哦，29坪哦。抓到了，你们在说谎。29坪嘛，哈、哦，再讲一次哦，29坪。哦，29坪，你要确定哈、哦，29坪。啊、哦，我真的是，各位啊，各位啊。您看这敢有像29坪？啊，这个有像29坪吗？一二三，后面还有一个四，一二三四，还有加这个美轮美奂的，这哪不是您刀哦？大家拢来这大啦。哦，你讲这不是您刀嘛？哦，我就呼吁大家，反正赖清德说没有，他家只有29坪。哦，您刀家娘嘛？哦，啊，家屋嘛，改搭帐篷，家嘛搭帐篷。哦，加温到拢，温大家拢有当自由参观，因为不是恁兜嘛。你讲的啊，你29坪敢那遮尔，遮200坪呢，200坪呢，你骗笑呀？这整个200坪呢，啊，这不是恁兜，你讲的哦，恁讲恁兜啊遮尔。那意思是这样哦，他加29坪而已哦，你确定哦？你要确定哦？那以后各位，我就问嘛。他现在的寄存现况有没有办法弄成全幢嘛？你骗谁啊？占29坪，我这看到鬼了。来换另外一张，好，各位，这个看起来有29坪吗？啊？这个这样29坪，后面这样一二三四，啊，哎，各位，这个下面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，哎，人造小溪，哎，我家门前有小河，里面有锦鲤，里面有锦鲤。你跟我讲这个叫29坪，这怎么会过？这种东西怎么会过？啊！所以我跟我讲啦，来，再来这个奇怪点来了哈！我跟你讲啦，赖清德的公益信托就是在玩胡迪尼逃脱大师啊，虚晃一招啦。啊，基本上来讲，他不会去信托的啦，因为你要就地合法啊。啊、我看你蔡政府、中央政府有没有那个脸啊，就地合法、啊。那各位，你知道现在中央政府国土署的这个小老弟啊，国土署的人，你知道谁吗？哎，这个是什么陈修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哦、啊，来来，让你红，让你红。哦、啊，陈修什么的？哦、啊，国土署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看一下。赖清德，哦，啊，吴新修啦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可爱，国土署署长吴新修，就这位，来，各位，该介绍详细，吴新修。他说要让赖清德老家就地合法化，这位是谁人？问问看南铁东移的，就是当初台南赖清德建管处的小喽啰，
他就是南铁东移的凶手，他就是南铁东移的凶手。然后现在跟大家讲说，哎呦，赖清德就可怜的，来，我们要给他照顾啦。嘿啦，拆别人的厝的时阵，你拢足凶的啦。拆别人家房子很凶啊，没关系啊。哦，拆别人家房子都没关系啊。哦，然后遇到赖清德，哦，帮忙护航啊。哦，哦，来看一下南铁东移怎么讲，你细汉的啦。吴新修就是南铁东移的都发局局长。南铁东移案破迁老百姓的都发局局长，然后呢，现在吴新修当初怎么四十个老人在破迁的时候离开了，死了四十多人，然后赖清德哭啊，吴新修说应该要就地合法、啊，国土署说什么，还说他这个东西受委屈啦。都发局局长，好不好？好，是麦麦，但我跟你讲，问题回来了哦。各位，请问赖清德有没有住在这边？没有哎、欸，啊，赖清德没有住在这边，干嘛要保全这样？各位不要忘了哦。然后特勤每天一整个班叫杀等改叫狗。各位啦，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好了啦。你看，你先看一下他的这个整修的状况哦。你看一下他这个庭院的状况哦。包括这棵树嘛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问一个问题哦，请问你觉得特勤没有天天维护庭院，有办法这么漂亮的？打加一。你觉得特勤就是有在帮他维护，才会长这样的？打减一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们就看看这个造景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这个造景，你觉得没有啦？宇轩，你乱讲啦，这个东西很正常啦，打加一。你觉得宇轩这个一定是特勤没打钢地改狗够干呢？哦，够水当当的，打减一好不好？笑死啦！够骗笑的，无人甲你顾，会死到安尼？你知道为什么我没有问你们二十九坪吗？因为我觉得你们智商大家都没有问题，啊，只有智商有问题的人会觉得这个东西叫二十九坪。这开我什么玩笑、啊？这问题连问都不用问了，你知道？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。这个二十九坪，你浪费我时间，笑死人。对嘛？我们大家都有尝试的嘛。这，哎、欸，这个都还有形状哎、欸，够水的呢。好，各位来，那问题来了，赖清德拼死都要保住他这个老家，拼死都要保住他这个龙脉，然后明明没在住，然后特勤呢一整个班在旁边他哥哥的房子里面承租，然后住在里面弄办公室，然后每天就是在顾这些花草树木。各位，你觉得他为的是什么？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赖清德要这样做？没道理啊！他不住那边，然后把这边打得像龙脉一样。那为什么每天要把他房子顾成这样？你看各位，哦，来来来来来，有人踢爆了，来来来，这是谁啊？好，历史哥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历史哥说什么。好，历史哥说的嘛，你看嘛，这是赖廷宇的嘛，他儿子的嘛，赖清南就是他哥哥啦，有点小哎、欸，那个放大，兄弟们放大。哈喽，导播，导播，然后赖清南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哥哥的嘛，旁边的旁边嘛。哦，赖清松是也是这样嘛，都是他亲戚嘛。啊、不是啊，那我就问啊，为什么需要一个整班的特勤进驻在这边？导播什么？哦，然后进驻在这边之后呢，每天在帮他维修，在修缮这些花草树木，赖清德也不会去。对啦，各位，这么没有逻辑、这么奇怪的事情，因为风水嘛。
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，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、无重金属、无人工添加物、无410项农药、无香料调味剂、无防腐剂、无色素，七大保证、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，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